其實 Q 級本身是一個很好的賽事的，對於一些業餘、或者新進車手是很好的訓練。不過我想上年即好彩咧，亦都即係車隊嘅配合啦，可以攞到冠軍啦。咁我希望下年可以再參加多啲其他賽事，譬如可以DCR 啊，或者 GT 啊。咁希望再豐富自己嘅經驗啦。咁但係 Q 級我有機會一定會再參加嘅。車主雜誌香港人嘅車説。